七甲田25轮战罢，花费17胜又平二负金牛17分高居首位，皇马以9分之差排名第三。三天前皇马曾在同一块场地迎战巴萨，但最终以0-3不敌对手，无缘国王杯决赛。在此前的241次交手中，两队各赢95次，剩余的51次则落手言和。如果巴萨能在客场续胜，那将是87年来首次在交手战绩上压倒对手。本场比赛皇马主帅索拉里继续以4-3-3应敌大河州中的国王杯相比，仅对首发做出两处调整，贝尔顶替卢卡斯巴斯克斯出任右边锋，库尔图瓦取代纳瓦斯司职主力门将，至于备受关注的伊斯科则坐在了替补席上。巴萨主帅巴尔维德只更换了一名主力伤愈复出的阿图尔跻身首发，而国王杯司职后腰的罗贝托则被安排在右后卫的位置上。开场仅两分钟，克罗斯在禁区前沿被布斯克茨拉倒，后者被出示黄牌，皇马赢得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，贝尔擦刀主罚，皮球高出横梁。三分钟后卡塞米罗出现传球失误，梅西在第一时间送出直塞球，广外内抢在苏亚雷斯的身前完成解围。第九分钟德吉隆把球交给本泽马，后者高速突向对方禁区，随后侧身完成打门，皮球偏出远侧立柱。两分钟后德尼修斯迫使朗格莱犯规，皇马赢得前场右侧的任意球机会，克罗斯把球罚向后点，巴萨球员将球顶出，瓦拉内在小禁区内转身打门，朗格莱用腹部完成解围。在这之后巴萨加强了前场逼抢的力度，皇马的中后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第19分钟苏亚雷斯送出挑传，梅西杀入禁区并用左脚搓射远角，因为过于追求角度，皮球直接飞出了底线。第22分钟皇马险些取得领先，维尼修斯在左侧挑球过人，在杀到底线附近后完成传中，本泽马转身送出横传，莫德里奇抽射被对方后卫挡出。第26分钟巴萨打破僵局，拉基蒂奇把球转移给右路的罗贝托，后者送出直塞，拉基蒂奇在禁区内挑射打门，出击的库尔图瓦只能目送皮球入网。三分钟后德吉隆高速突破并倒在巴萨的禁区内，从慢镜回放来看德吉隆有假摔的嫌疑。第35分钟卡塞米罗在禁区前沿犯规，巴萨赢得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，梅西掏刀主罚，皮球稍稍高出横梁。三分钟后苏亚雷斯巧妙送过瓦拉内，随后起左脚抽射，库尔图瓦侧身将球封出，梅西补射无果。第44分钟卡塞米罗把球转移给右路的卡瓦哈尔，后者头球顶向中路，莫德里奇头球接力关门，皮球稍稍高出横梁。前45分钟战罢，巴萨以1-0暂时领先。下半场一边大战，双方均未做出换人调整。第48分钟卡塞米罗从右路传中，几乎面对空门的本泽马竟然将球打偏。在这之后维尼修斯明显增加了突破的次数，但面对巴萨的多人包夹，这位巴西边锋很难深入腹地。第55分钟索拉里用巴尔维德换下克罗斯，以加强中场的防守硬度，随后维尼修斯在禁区左侧打门，特尔施特根班长将球封出。一分钟后巴萨打出快速反击，但登贝莱的低射被库尔图瓦得到。第60分钟维尼修斯趟过已经失去重心的皮克，可他随后的打门被朗格莱用身体挡出。一分钟后拉莫斯对梅西犯规，被主裁出示黄牌警告，随后索拉里就用阿森西奥换下表现不佳的贝尔。第70分钟登贝莱在禁区左侧抽射打门，皮球偏出远门柱，随后巴尔维德就用比保尔换下阿图尔。第75分钟索拉里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，
用伊斯科换下卡塞米罗，可这次换人并没有带来太好的效果。在这之后，巴萨掀起了一股进攻高潮，若不是库尔图瓦表现稳健，皇马将再度失球。经过90分的鏖战，巴萨以1-0战胜皇马。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，该队以2度攻陷死敌的主场。本场比赛过后，巴萨对皇马的战绩为96胜51平95负，这是87年来巴萨首次在交手战绩中占优。皇家马德里首发25，库尔图瓦2，卡瓦哈尔5，瓦拉内4，拉莫斯23，维吉隆10，莫德里奇14，卡塞米罗8，克罗斯11，贝尔9，本泽马28，维尼修斯替补1，内瓦斯12，马塞洛15，费德里科巴尔雷德17，巴斯克斯20，阿森西奥22，伊斯科24，费瓦略斯巴塞罗那首发1，克尔施特根20，博贝托3，皮克15，朗格兰18，阿尔巴4，拉基蒂奇5，布斯克茨8，阿图尔10，梅西9，苏亚雷斯11，奥斯曼邦贝莱替补13，西莱森2，塞梅多7，库蒂尼奥14，马尔科姆21，卡莱斯阿兰尼亚22，里达尔23，乌努蒂蒂